呢個係油酥，呢個水肉面，係嘛？呢個兩份啊，六四，呢個四，呢個六，跟住呢就菠蘿去。鮮肉肉餅呢就真係唔過夜嘅，新鮮嘅。係啊，即嚟即做即食，就咁樣嘅。上海就鮮肉肉餅嗰個特色。 臭秀喺上海菜馆刘元雅聚，做咗鲜肉月饼百年，唔似得广东式嘅甜月饼。上海人中意喺中秋嗰阵食咸嘅月饼。呢个冷肉啊，搞碎，通常嚟讲我呢啲系三十，三十，咳，我而家每一波六百。除咗咸肉，仲有一款系肉松馅，加咗芝麻同埋松子，口感更加有层次同埋松化。包好再焗大约20分钟就得。 皮馅都紧要嘅，呢个馅啊肉够味，个皮嫩，焗出嚟啊酥，哎呀脆。亦都可以做成甜嘅豆沙馅，呢几款上海月饼仲好受欢迎，每年都要一早预购，仲好快卖晒。上海月饼啊，一年一次嘅咋。 有超过60年历史嘅六金记，最出名就系坚持自家炒瓜子。而每年嘅中秋节，佢哋都有上海月饼卖，咸甜都有，咸版呢就有鲜肉同埋金华火腿味，甜呢就有七款口味。以白果、椒盐、玫瑰同埋台菜呢几款五仁月饼最特别。老板娘就建议咸月饼最好热成，可以放微波炉叮一叮，或者直接放电饭煲入面直接加热就得噶啦。